光木兰导演尼基卡罗在 IG 分享刘亦菲试镜光木兰的视频片段。刘亦菲的台词重现了双兔榜低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。卡罗称因为试镜要看刘亦菲演一些场景，其中之一有午夜台词。试镜持续了2小时，然后刘亦菲进行了90分钟的体能训练，非常疲惫，但从未说要休息，且一直专注集中出色。卡罗称，我看到了他的才华、体力、艺术技巧和毋庸置疑的精神，我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搭档、合作者和勇士。要是为了等刘亦菲的档期，该片推迟了6个月开拍，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决定。